Hello， 我是 Kai， 今天要来试玩一款游戏 Rough。我在去年一月的时候是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免费版本，当时的内容其实不太多，后来他们就是有公布会在 Steam 上面上架，如今终于要推出了，而且也增加了不少新的东西，我们就来开始吧。新世界，普通模式，我的世界名叫 Green， 绿色，允许好友加入，先不要吧，因为目前呢，就是你可以让一位好友跟你一起游玩，这样多人模式。开始，一来就是要一直去拿这些东西了，拉到，其实它是有稍稍难度的，就是你要准准的拉到过来，有时会太近或者太远，哎呀，就是这样了。而且我想开我的那个背包，看一下啊，到底要怎样呢？物品栏是 tab 啊 ，OK。一来的话，我觉得是先做地板，所以要拿到木材。哎呀，鲨鱼，那么快啊！鲨鱼，叶子，哎呀，太远了。其实我不能下去了，下去就已经被这些鲨鱼弄到。哎，啊，可以直接捡，捡了吗？捡了吧。接近的时候是可以，像是这个应该也可以吧。塑料，哎呀，哈，为什么？哎，什么事？哎，为什么？卡住，游戏呢其实还是算那个抢先体验版本了，可能是有些 bug 也说不定的。直接我拿接近这些也不用去勾它，看一下吧，地板哪里有地板啊？没有的啊？还是我要做斧头，先做斧头吗？厚木板、碎片、绳子，哦，建筑锤啊，厚木板、绳子两个，好的，拿，哎，不要啊，拿到两个吗？厚木板、绳子，有绳子吗？好像没有看到，有吗？这是水吧？水也是要拿一拿，哈，好难啊！勾，木板，哎呀，经过的，还是绳子可以做的，要另外做出来。啊，叶子可以做，水，拿一拿吧。叶子过来，叶子再过来，箱子，哎，不能，太远了。这样呢？哈，不可以。弄一弄，这招两个，然后这招有了这个。啊，就是这样了，感觉回来了，哈。木材，哎呀，那塑料也是勾的，我相信我在做的几个那个鲨鱼就来攻击的了，他看到你的那个地基面积变大了，就会不爽。箱子我想拿一拿，这是应该可以吧。啊，什么来的？啊，有新东西，碎片、塑料。啊，那边有个岛啊，其实是可以过去的。新的内容增加了，就是会有一些别的地点，不像以前只是死一个地方。那
好的，继续做一做。哎呀哎呀，你看你看，我要怎样？我没有东，哎呀，我都没有那个东西打他，超高！而且我是，哎呀呀，顶你的肺！可以有什么攻击吗？这个厚木板的绳子，这样要做个矛了，有个矛，哎。哎，我飘过来了。哦，其实我在移动这嘛，这个算很小的一个岛吧。来拿了，继续，真的是来到了哎。难道这些是随机的呢？还是玩了一段时间都会遇到，就是会一定来到这个地点呢？而且呢，这个钩是有点问题的，哎呀，就是我会卡住的感觉。毛做到了吗？那先做绳子吧，绳子绳子，制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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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毛，哎呀，还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我水量还有吧？水量是有，拿。做到了吗？绳子，好的。哎呀，木板还差一个，后面就是你了。先做个矛，这样的话它来了，我就可以直接攻击，而且这个钩也是有消耗量的哦。已经要坏了，呵呵，这次的难度增加了不少。钩要怎样？这个啊，再做了一个出来吧。啊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好恐怖！我需要很多木板了。再来木板，后面哪个？哈，前面这个。旁边这个继续拿，好的，又来做了，又要木板了，又有，哇，又有岛，哈，这个海上无限小岛，这样躲的，无限的钩，我就是那个多大的英雄啊，不去，一直要勾东西。过来，现在可以第，这个算是第三个木板吧。如果做了九格，这样就四四方方刚刚好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，海上一堆的垃圾，这是一个环保的游戏，叫你要拾荒。你是海上的一个叫什么呢？收集垃圾的员工吗 ？OK， 六个了，收食物暂时。哎呦，是我有点怕我有点怕我食物的问题。他要吃什么？要砍，应该要砍那个鲨鱼啊！哎，这么有声音了。这么我听到有妈闹的声音，我开始有点害怕，我真的是会饿死。哦，来啊来啊来，来啊来啊！啊，哎，走！这个要坏了要怎样了？啊，修理？怎样修理？可以修理。哦，这样是可以选择更多，可是这个弄烂了，我就不懂要怎样弄好，已经要往上了，糟糕！我可以喝水吗？有水喝吗？我不是有拿到水啊？没有，这不是水吗？不是啊，啊，不算了，这样就惨了。没有水我也是死的哇，
净化器厚木板，塑料要4个，好难啊！往上了，啊，有叶子，生甜菜根可以吃吧？可是它要烹饪啊，哎呀，现在怎样煮？什么都没有，这是塑料，没有办法让快一点。这算什么？也是塑料哦，超高了，水真的是要自己生出来啊，生出来，好困难哦。够了吗？净化器，木板很少，我真的死了，再来。木板呢？前面。哼哼，现在有多少啊？你看，死了。我可以吃吗 ？OK， 不过没有水没有用啊。哎呀，木板、绳子、死亡了。差3块，哎，快点！哈，3块，我不想死啊 ！Oh no， 看来来不及，应该没有了。哎呀，在那边，太远了吧？你看这个角色已经。一直有声音了，顶不顺了，我还是什么都拉不到，什么都勾不到吗？继续，哎呀呀呀，啊来了来了，制造已经太迟了，放纸木板，然后呢？怎样有水？怎样啊？移除？用木板作为燃料？不能啊！我血量开始扣了，我真的是要死啊！放置厚木板，我要放3块啊！哼。因为我看到他在排排坐这些木板，真的是哦，哇！点燃他又不知道怎样了。来来来，极限生存！哎呀，顶你的肺！烂了 ，OK， 有了，要怎样开始啊？完全不懂，怎样有水勾这些吧，不知道有没有好东西，有蓝图啊，哈，蓝图现在没有用啊。 OK， 我做看这个，哇，这个为什么这样久的天暗，现在才过了好久耶，哎呀，哈哈，过不到第一晚，真是死亡啊！死了，放弃抵抗并复活。哈哈，哎，啊，就这样吗？啊，重来了，我就是完全在同一个位置，我以为是整个游戏要重来玩过，原来不是吗？我觉得啊，我要做这个啦，哎，我要做那个塑料那个杯啊，装水，装了水才可以启动。哼哼哼，终于开窍了，开窍了才天光。哎呀，死了，我没有那个钩了，糟糕了，没有钩。
六钩啊，钩呢还差一个塑料，差一个塑料我才做到钩。来啊，过来啊，这里下面有没有鲨鱼？好像有啊，附近看到，你看那边就有了，真的很难下去。我看到了，在那边，哼，这算是吗 ？OK， 拼死，冒死的下去，可以了吧？做个钩，有了钩才万事容易。下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杯子，空杯，四个塑料，又要重新收集了。哎呀，我又要做毛啊，又要重新做过，死掉了应该那些东西会不见吧？可以了，然后毛呢？毛还差三个绳子，绳子。好的，有了杯，我可以装水，然后放池。几时才会好啊？哈，这个也放一放，放一放木材，要开始烧。没有食物怎样烧啊？水应该好了吧 ？OK， 我怎样喝？怎样喝啊？哇，要这样喝的，非常高招。收集。哎，这么哦，可以。哎呀，顶了，我喝到盐水，顶他的肺，结果更口渴。顶，现在又要等过，非常悲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装。哎呀，又喝错嘛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现在有加回了。哎，顶他都被卡住 ，bug 吗？哈，我看一下，移除木板好像够了。现在问题就是，鲨鱼能不能杀到？怎样去杀它？哎呀，你看又饿了。没有东西吃啊，这样也不能啊，悲剧。做多一点，反正也要死了。哎，给我一点食物啊，我不想饿死啊。难道真的是要冲下去打他，打那些鲨鱼？我就试看最后一个希望，这个箱。哎呀，如果有那个甜菜还是可以的，有吗？没有，什么接收器就有，哈，又怎么用啊？这些现在，啊来了，哎，顶咖啡，这样快，这样快咬到，嘿，下去，死也没办法了，你有胆过来？没有来啊！他走很快一下哦，这么快了吗？我还想试看，就是能不能砍到他，应该都很难了。木，哎呀，你看你，他会打了我就走，哎呀，而且我怎样上去？这样难上的吗？这么跳不到啊？可以了，解决了水，解决不了食物。解决不到 ，Oh no！ 拜拜，又死了，又死了，又去了，哼哼，复活，复活，复活到很快啊！其实能做的东西蛮多的啦，你看，什么研究桌、小物品库、简易床、鲨鱼耳、木质矛、狮的砖头、风向旗。船的帆就是可以控制这个船吧，热力都可以，鲨鱼战利品，
驾驶指示牌。今天的试玩先到这里。 Ruff 比起以前的免费版本增加了不少新内容，它有点像以前的荒岛求生那款游戏，不过 Ruff 有中文又可以多人游玩，算是很加分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想看我继续玩下去的话，记得点个赞表示支持，到后面可以建造可以种东西，其实还蛮期待的。大家又觉得这款游戏如何呢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